我现在数到三呢，如果他还没有出声音呢，我就用我的手捏他大腿看。阿信实况转播干话日常，竟敢欺负怪兽女儿。五月天，爱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台中举办演唱会，21号晚间唱完，阿信无预警在脸书开房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信，现在那个人在台中洲际棒球场的后台。我跟大家报告一下，现在我在后台哦，后台看到的那个画面，大家在考虑、思考很重要的人生课题，宵夜是什么？其实他前几天呢，就是在我们饭店附近都有出去吃东西。那但是他都会问说，哎，那家店人多不多？他希望有很多的粉丝，就是陪他一起吃。你知道有些人就是天生的明星啊，他自己吃东西，他就是整个就是落寞不舒服。注意了，台中地区的朋友，你们有可能会遇到马莎哦。然后更远的地方看到，哎，大家一定没有想到，我们的团长怪兽大人一下台第一件事情是在抱游泳，抱女儿，就是很。温馨的画面啊！糟了，他现在看我在看他，他这一次来都没有看到他哭，都是笑笑的。但他现在打哈欠了，游泳要不要跟那个线上的朋友？现在有8000人，要不要跟大家打个招呼？嗨 ，Hello， 没有声音，他在看我，他觉得很疑惑。我现在数到三呢，如果。他还没有出声音呢，我就用我的手捏他大腿看。不可能啊！如果那个什么，就是游泳开始会讲话，就在爸爸的频道，就是跟大家 say hello， 好 say hello， 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啊，真的好可爱哦！现在会讲话就神童了。大家在家里会出声吧？会啊，会啊，大家会。他会说：“哎、欸，怪兽，怪奶奶的，我是来地的，阿唔多，阿唔多，哦，微博一波传来，对，他笑了，他压力来了，压力来了，现在太多眼睛在看他，再刚哼了一下，然后他现在想要用他的食指和大拇指捏我的手机，对，送我吧，好啊，可以啊，不行的，不行的。”好了，那我们就不为难温小妹。石头出现，石头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我在开房间呢、啊。开房间。好、哦。14000人开房间，你要帮忙吗？他们第一车的人先发车，吉他手两位还有鼓手这样子，然后等一下会跟莎莎哥一起坐一车这样子，很荣幸。然后马莎呢还在滑着他手机一边做思考这样子，这是五月天演唱会的日常，其实跟大家想象中不知道一不一样。然后结束了这次演唱会之后呢，接下来就要准备过年了。过完年之后，我们会好好的沉淀半年，然后休息半年，再充电半年。然后再收集素材半年，就要开始进入这个写歌的这个思考程序，好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，在这边祝实习文的朋友们新年快乐。